大雪山。今天我们来到老河夜市。我们很爱老虎夜市呢，因为这边有很多美食啊。然后我们以前拍过要吃 A 到 Z 全部的食物的计划吧，很难找呢那个。但是那个是在超市便利商店都可以吃，所以比较难的还好，还是可以找到。但是台湾的话，在夜市要拍那个计划吧，夜市不能吧？这个太难。还是老虎夜市超级大的夜市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调查，可以找到几个一位的食物吧。但是今天要找到 A to Z 全部。好，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在夜市要吃 A 到 Z 全部的东西。但是真心来讲，二十八个不太可能，因为上次找到二十八个需要十二个小时，然后在夜市的话没有很明显的产品名，所以应该真的很难。那今天的话可以花几分钟吗？一起找的话应该需要超多时间，所以三个人分开拍，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十五分钟。那我先不用告诉我要找 A， 我要找什么什么，先不用找。那今天的目标是什么？最好是找到全部，但是很难的话，二十可以吗？对啊，很多。但是我也相信台湾的夜市啊，有可能 Z 也有啊。Z 有吗？有有有。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加油嘛！我嘘，那开始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嗨 ，start！ 再见，拜拜。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他没买什么，我有猜，应该我先要进去比较夜市的里面就好。应该这边的话，应该他们会买，十五分钟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先要买很多东西。应该饮料店有很多 alphabet。反正啊，我觉得我自己的英文最烂嘛，一个一个去数啊，比较好吗？没有脑袋的人，为什么自己说没有脑袋？就是不会读书的人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就是一个一个随便去买吧，然后再说。又来了。对，又来了。又来，辛苦啦。现在看到俊章跟玉坤去前面，然后右边的一点，所以我选左边的一点，这样的话不会冲突。好，那我要回去他们等我的地方。啊，时间来了，闹钟在闹了。好像他们还没回来，应该我找到很多吧。但是，当然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完全不到二十个，所以等他们的结果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哦，真的没有时间呢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因为有煮的时间啊，还有有一些地方没有卖食物之类的。有信心吗？有吧？没有，我完全不知道你没卖什么。俊长，我们有默契啊，当然可以。我们不相信你。买盘子，发票吧。不，应该很多，我找到九种。九种，很厉害。我只有四种。哪一个华语？太少了吧？那你中间吗？八，那我厉害了。我太少了。那先你们就好。好，那我。第一个是玉米，但是不是红，是不是是？因为比较有特别的两个玉米，就是这个。哦，这里好贴心耶，已经写好英文名字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是口味的名字吗？这个是玉米的品种啊。玉米的品种，那我要两个，可以吗？两个煮的吗？煮的跟烤的。姜烤玉米 ，roasted corn。二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哇塞！然后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其实这个没有信心，因为很容易找到的一个货，就是。所以烤的跟 sticky corn 是不一样的。烤的是这个样子，称重量，百味。啊，煮的一只是四十块。Sticky corn，S。这个 QQQ 王子地瓜粥，哎，蛋小蛋小，哎，这个 QQ 王子地瓜粥好像不行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算是 sweet potato ball， 不能当 Q 耶，还是 S 也应该需要吧？四个东西里面的一个，太大了吧？我买的 S 就是这个 sweet potato ball， 哎，不是 Q 吗？那个不是 Q， 那我买错了。哇、哦，你也买吗？找到 QQQQ。哎，你要一个吗？嗯，谢谢。你们日本的哈，刚才也有一个。来找我买。
是哦，好哦，应该就讲过是三元其中一个，好可恶哦。我买这个的时候，老板说，哎，刚刚也有日本人来耶。啊，那为什么你买啊？因为我已经买的时候他讲的啊，所以一样的。S 我有两个的。哎，哇，弄的很笨。我觉得这个是 Q 啊 ，QQ ball。英文，我英文不好嘛。最近就有学 Cycle Steak， Cycle Steak 的话是 S 吧？这个 Cycle Steak 啊，没有嘛，那个 Cycle 的部分。Cycle 有吧？应该有吧 ？Dice Dice Dice。但是在美国、英国的话，这个叫菜子吗 ？Cut it, cut it, cut the steak， 出名了。OK， 那再玩热搜。对对，好好，搜寻看看。菜子牛的英文是 dice steak。哇，那 D Google 搜寻这样，所以应该过。那是我跟俊长一样的 sweet potter ball， 那还好啊，有 D。那继续，接下来这个我应该不会重复，就是这个香菇。中文是什么？杏鲍菇啊，杏鲍菇，这就是 mushroom。Yes， yeah， mushroom。M 没有吧？没有吧？等一下哦。金色的勺子，阿姨不好意思哦，那个这个摩吉英文怎么念？摩吉，好，一样。摩吉，摩吉，我问老板这个英文是什么？他说一样啊，摩吉。不是吧 ？Rice cake，rice cake 吧？那可以吗？应该有两个英文。Nice cake 的话，已经有 roasted corn。那一样，都可以。那反正一样。这个 yogurt 的 peanut flavor 不行吗？不是吧？因为老板说摩奇啊，那摩奇。继续继续。这个应该会重复。我刚刚有点吗？有啊，有有有。然后这里是无糖牛奶的店，这就是 papaya milk。对。P， OK。无糖牛奶。是吧？那相机的人。哇，多い。四种里面有这么重复哦。P 什么？翻译很难的，看这个汉字，我不会想到这个是怎么英文啊这样了。我叫它 PPPP， 这个是 papaya salad， papaya salad， 没听过耶，沙拉沙拉，我在夜市没吃过，自己到处都有，所以 B 也综合啊，不过哑巴过嘞。对啊，原本的话我们二十一种，但是已经重复很多。来吧，继续继续。嗯。抱歉，怎么了？破格吗？哎，还蛮顺的，还蛮顺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我应该可以耶。哦，给我一份。好，买好了。花生卷 ，peanut。我刚刚一直在想，哎，我好像有买 p， 可是我刚刚买了什么？忘记。p 中不三啊。应该不行呢。那不行呢。你随便买吗？不是随便。没有考虑其他的人的心情吗？不是。是啊，你们才是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为什么我可以买到这么多的重点？因为我去了卤味店。现在我来到卤味的店，这个是 juicy 糕 ，pork， 有英文名字吗？不会讲，都不会讲。但是这个是 juicy 糕，所以 P 吧？你会英文吗？我没有，没有那么厉害。你们会英文吗？还好。还好，然后这个是豆干，豆干是什么？应该 B 吧 ？B， 我靠啦！如果我很会英文的话，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个商品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他们帮我找很多英文，谢谢谢谢。其实这里可以找到很多个英文，你会讲英文吗？不会哦。然后我也尽量不会重复的。第一个，加鸡翅。如果英文的话 ，chicken wing 之类的。C 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是没有重复。第二个，青椒。对 ，Google 来说 ，green pepper。C 我没有，我也没有。有啥？我是。然后这个，こんにゃく。英文嘞？こんにゃく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再看看。啊，こんにゃく。こんにゃく。K 吗？日本 K 没有吗？K 还有什么？这个它的产品名 King Oyster Mushroom， 很中二的产品名字耶。但是这个是 mushroom， 那反正中和。还有这个豆干，这个也是豆腐。第一，我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。又来了这个店，这是什么商品名字啊？天ぷら。没有特别的商品名字嘛？它是天ぷら。喂喂，什么？要中二一点啊 ！Queen 什么什么天ぷら，那是 T 也中。那我的最后是这个。不是普通的鸡蛋，鸟蛋，所以 bird egg。B， 阿莲，你也是吗？大家都有吗？哇，三个人都有哎。再一个 four C， 两个可以买吧。这个 beef 应该很多，还是我要买。大概十秒做结束，所以我的十五分钟买这个做结束。这个 beef stew， beef chick。啊， beef。
Baby Corn， 太普通的名字啊。它的产品名啊，中二一点啊，不要跟我讲啊。那个 Destroy Fire， 什么什么。那我的部分就是，但是里面的部分已经出来很多。剩下只有一个。那先俊讲嘛。那我的最后一个。嗨。买这个西瓜汁就好，这个是所谓 watermelon W， 西瓜汁 watermelon juice W。哦，这个很好哎 ，W 不会重复吧？但是西瓜汁的点提醒，有个没有重复吗？没有，罗生。OK OK， 那有个还有几个？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。给我这个各四个小份，这边就有 king oyster mushroom 跟 tempura 披萨，然后 fried chicken F 码，还有 baby corn B， 这样 K N。CB 四个已经好了。Fried Chicken F 产品名有写 Fried Chicken。那个没有重复的是 C 二个。啊，意外的很少，重复太多的感觉。那重复了九个，这个还蛮痛的哦。其实真的也是里面的东西一样的开头字的东西真的很多。对对，其实我自己找的时候也一直都重复。对，应该最多是 S 或是 B 吧。嗯，关于牛肉的东西。对，还有一次机会吗？嗯，应该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但是我们重复很多，还是全部都要吃。所以先把它们吃完。好，好出动，吃吧，吃吧。花生卷的冰淇淋已经融化了。新年快乐。Potato bowl 吃完了，哦，好快！那接下来买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吃的时候转换，分量太多的话，应该后面安心。饱了，真的很饱，可是很好吃。我们刚刚吃了21种，那一定会饱的。最后一个，看看，对呀。那我们有第二轮，然后先休息。到目标的话，欠8种。要吃完全部的话，还有40个。好贵。我们墨迹太不好，重复太多。这一球很好啊。也是啊，也是。想法太像。这个第二轮的话，一个人要负责自己的英文字吗？有个是 A E H I， 然后我 J L M O， 然后三个是 Q U V X Y Z。要是最后交给你，很公平呢，完全不公平。我太多了吧？但是我已经知道 X Z 那种一定没有，都已经接放弃。对你负责的东西比较多，这样的话不会重复，因为一直都重复的话，我们需要吃很多，已经肚子的状态有一点极限。所以一个人3种，这样就 clear 4分钟3可以吗？还是我们会努力。OK， 那我们的最后的15分钟，3、2、1。开始！再次要确认一下，我负责的部分是 J L M O， OK， 应该这个部分去过吧？去过的话可以。我的是 Q U V X Y Z， Q U V X Y Z 是什么？我上次的经验来讲 ，X Z 都没有，所以 Q U V Y 应该有吧 ？A 有什么 ？A 有什么 ？Apple， 苹果。没有苹果，没有苹果，其他的都有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啊，没有耶。草莓是 strawberry， 所以 S。香蕉是 banana B。啊，蚯蚓，七味果。Q 是 K 耶，都没有耶。这里有很多耶 ，Q Y 没有。哎，但是这里很好呢，有没有 yogurt？ 啊 ，yogurt， 只有 yogurt 的有吗？芒果 yogurt 吗？不是芒果 yogurt， 从 Y 开始的。没有。谢谢。只剩1分左右吧。哎，真的找不到哎，太惨了吧。今天有很多被盗出来，很开心。你们有想得到从 U 开始的食物吗？想不到吗？来炒饭，油饭。谢谢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现在刚刚时间到了，所以我现在马上回去吧。拜托你们。尽量努力了。我也尽量努力了。我也尽量努力。总共8个。那从 U 君吗？好，我。那 U 君 ，U 君负责的是 A E H I。先要问 U 君买的 A A 是。Apple 有吗？苹果派，又是苹果派，有没有苹果汁，勉强可以吧？
啊，不好意思，再一个苹果汁。哦 ，Apple Milk， 很好很好，过吧。最经典的 Apple 吧。那接下来是一，对对有吧？最简单的。Egg， 只有卖蛋的店吗？哎，可是有那个，应该可以吧？没有。Egg， 对嘞。对啊 ，Egg Tart 啊。哎，今天那一家有开吗？我找不到。另外一个芒果的旁边啊。对，我有走到那边啊。哎，好像找不到。真的没有啊。耶。对，今天是星期三，对，有些店没有开。这是台风天啊。啊，对。OK OK， 还是有。那 H H H 名字比较难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H 找到咯，可以的。H 就是这个 Honey。啊，对上。现在要鸡叫吗？Honey bitter melon pineapple， 蜂蜜凤梨苦瓜。OK， 这个也当然过。最后的一个 I， 我觉得这个没有自信，帮我裁判一下。I 有什么 ？Ice cream， 这个看到吗？印度拉茶，可以吧？就是这个印度拉茶哦，印度的话 India 嘛，拉茶我问店员，可是他也说拉茶的英文不知道，应该印度拉茶的话一开始的开头是就 India 嘛，我不同认其他的意见，我就这个就是 I， 但是前面是印度，所以英文的前面也是因为印度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可是越来越没自信，找看干嘛啊，有找到吗？哦，然后印度拉茶的英文是 tea tarik 啊，对耶，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喝过这个，这个是 tea tarik tea 嘛 tea 的 tea 已经有，我只有三种，然后这个是重复的，所以只有两个，抱歉，靠你们了，交给我哦，不要小看变态，好厉害耶，看起来很帅，今天有信心，当然了，那俊讲的 J J 有吗？搞不好羞，俊讲真好呢。太屌了！那的话，第一轮要做的，第二轮拿来有一点太啊，不好意思。那这是什么？我买的 J 的东西就是，哇，俊俊，优秀了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看，刚好是 J 吗？所以，哎，真的吗？不是开玩笑，不是开玩笑，太无聊了。这有个脚本的话，没有 J。对，没有，只有 June。但是后面的话 OK。下一个，L， 我买的 L 就是，哇，やばい，全然見つからん。不好意思，有柠檬风味的饮料吗？那柠檬红茶是 lemon tea 吗？应该吧。这个英文的话叫什么 ？Lemon black tea 吗 ？Lemon black tea。OK， 谢谢。嗨 ，lemon black tea。Lemon 可以过，还有两个呢。接下来是 N， 我买的 N 就是 nothing。完蛋了，好无聊。怎么办？抱歉，真的，我妈。N 也没有，那是 O， 好，我买的 O 的东西。哦，我找到 O。啊，中文的话面线，然后这个看板上面的字的话 ，oyster noodle 之类的，所以我买的东西是四个东西里面的两个，还有酱也可以算，那三个吧。不算，不能吃啊。可以啊，烤的话应该。烤的话 ，roast 酱 ，roast 酱吗？啊的，不是。不好意思，三月，最后交给你了。你有六个吧？好，三月负责的第一个是 Q， 有吧？我相信你。没有。啊，没有啊，对啊，我也全力以赴找，然后全力以赴搜寻 Q から始まる英語，已经有検索履歴啊，然后上次也找不到，这次也当然找不到，还是有个，下一个是 U 的话有吗 ？Q U 来，你这个十五分钟做什么？在睡觉吗？睡觉是我的角色，不要抢走好不好？随便关机哦。来，你们找看看这个后面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四个里面全部有买的话 ，OK。那下一个是 V， 就讲，其实这个有一点托你的，因为就讲刚刚传给我一个照片嘛，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刚好经过那里，所以交到这个，要不要？再四分钟。这里有バニラシャマシャマ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谢谢。啊，ここか。老板在哪里？啊，いた。在这里。香蕉海里。香草。我那天有在电视上看到的。哦，真的。香草马铃薯披萨 ，vanilla potato pizza， 对，
バニラ。おお。其实我们有喝上班吗？啊，有偶尔。俊仔，俊仔，俊仔不在耶。希望他找到这个店。欧力哦，欧力哦。俊仔耶，俊仔，你们俊仔。没有，我找到。哎，你找到什么？欧力哦，かき氷。啊，我已经有。有。那下一个，那中间里先发表决。这里有 yogurt 什么什么吗？有啊，芒果 yogurt。啊，都是芒果 yogurt 哦。不用芒果可以吗？只要 yogurt。yogurt 饼，よし。yogurt 饼。yogurt 牛奶饼。哦。yogurt 这可以哦。这个有一点勉勉强强，因为我一直都叫 yogurt， 所以我去茶饼的店，但是那边都有芒果 yogurt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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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ogurt。所以我特地请他们做这个，就是点芒果冰，可是去了芒果。对，菜单里面的话没有，但是这个算是有的牛奶冰。这个我老板的喝可以说过，谢谢，谢谢老板。还有 XZ， 是有吗？这个已经想不到 U 啊，继续了，潘师傅，这个已经三元，全对三元，已经想不到，但是。交到量了，这个是应该还好吧？所以他们两个交到各三个的话，九千五。以上，结束啦！极限，大概看到全部的点。所以这次的挑战的总共是四把种啊！好惜，这么尴尬的结果是我第一次遇到。你吧，你喝得了个，然后只有买两个，你还不是一样？就讲那对。我已经准备好全部的歌了，全部的歌。那姐，加把劲，谁嘛谁嘛，律师谁嘛谁嘛。还有你啊，我干嘛？你最简单的不会啊，这个。对，前面是 E H I， 店没有在开啊。哎呦吧，爱死。对，所以没有啊。那有关的话开住好吧。我开干嘛？没有人啊。你没有努力开啊。那我被被抓，别亏了。不是的。反正吃吧，吃完之后再放心一下。那吃吧。好。但是这一轮的话，饮料比较多耶。果然饮料还有水果是有很多种类的。对。哦，肚子好饱、哦。最后一口。OK。Three, two, one. Finish. Finish. 好，接下来。今天不能拍手，不用那么认真想啦，大家也想不到那么多的。对啊，你一开始说这个是掉渣的影片，对，掉渣的结果是十八千。但是我们设定自己的目标，然后我们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，所以我们是人生的自拍者。我觉得他这样活着，每天压力很大。你过得很快乐吗？好好学到他打没自动睡觉而已，完全没有达成目标， yeah. 但还是这么快乐的生活。我真的不想当真，认真。我也不想当真。但是对呢，这个是我们好好努力的结果。还是不甘心耶，下次吧，下一次的话，如果大家希望的话，下次要换个地方。好，再挑战。好，那今天的片就是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抢先划破天际，带领我